全台紫外线达过量级，医师提醒防晒三重点。今天太阳很毒，根据环保署预报，今天台湾本岛的紫外线指数都将达到9至10等级的过量级。要到户外活动的民众，医师提醒你防晒三个重点。一方面，当然除了擦防晒产品，比方说可以是 SPF30以上的，或者是说保护 UVA 防护的。SPF10以上的，记得大概1个小时、2个小时就要补它一次。除此之外呢，最好是可以撑伞啊，然后戴帽子。生活中心台北报道。